飞机下降前呢都会广播，你有没有算过啊？从开始广播到实际落地，一般都要用多长时间？诶，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吧。但航天飞机从同样的高度落地只需要三分半钟。诶，我们来算算啊，拿普通民航飞机一万一千米的飞行高度来除以三点五分钟，得出的结果是航天飞机的下降速率达到到了三千一百四十米每分钟，换算成时速呢就是一百九十公里每小时，相当于自由落体的最终速度了。 的确是正儿八经的掉落回来的，哎，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见它被摔得粉身碎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航天飞机那不可思议的降落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始于垂直高度在三百到七百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终点则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条跑道上。 所以，航天飞机实际上要干两件事情啊，一个是降低垂直高度，另一个是跨越水平距离。但最有意思的是，这两者它都是靠借力来完成的。降落借的是地心引力，跨越就更绝了，借的是地球的自转。举个例子啊，假如此时航天飞机正在南美洲上方以两万八千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绕行地球时，哎，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飞到目的地的上空呢？ 打个转向灯，直接拐个弯飞过去可以吗？哎，可以的。但是在太空中转弯呢，全靠发动机，而打开发动机就意味着要烧燃料。不巧的是，航天飞机的燃料罐已经被它给扔掉了，就是起飞不久后与机身脱离的那个橙色大罐子了。此时的航天飞机呢，只在这两个小引擎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的燃料，它们叫做轨道机动发动机，主要起两个作用。 一是，在发射的最后阶段，当这三个大引擎全部断粮之后呢，最后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送到最终的轨道上。第二，适当任务执行完毕需要返回时，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的速度降低一点点，好让它能够开始往下掉。所以这么说起来啊，它是既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拐弯，而真要是拐弯了呢，也就别想着减速再回地球了。自然，宇航员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他们该怎么做呢？ 什么都不用做，哎，只需要等着地球自己转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地球在自转，而航天飞机的绕行轨道却没有转，两者的相对位置当然就会发生变化啦。等到航天飞机的轨道已经来到了肯尼迪中心的上空时，它就可以掉个头，把轨道发动机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光光，来减速，开始准备下落了。哎，你说掉头这种操作它是怎么完成的呢？ 啊，是靠这些在机鼻和机尾处分布的几十个小型推进器来完成的了。就连每个轨道机动发动机身上呢，都有十二个这样的推进器。当反推结束之后，航天飞机的速度大约下降了每小时四百公里，足够它脱离轨道开始下落了。从这里开始啊，剩下来的一切那都是滑翔了。 是的，这大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最重、最快的一架滑翔机了。大约滑翔半个小时之后呢，航天飞机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了。此时它的速度为两万七千五百公里每小时左右，音速的二十三倍，所以会与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 哎，航天飞机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摩擦来减速啊。于是啊，它将机头翘起大约四十度，用自己的腹部来冲在前方的空气，以便达到最好的减速效果。在巨大的热量下，空气都已经被电离了。所以从各个视角看起来呢，此时的航天飞机都像是被包裹在一个火球当中。而阻止它真正燃起来的是机肤上盖着的两万块硅板和机鼻与机翼前缘部分的碳碳复合材料了。 它们都有绝佳的隔热性能，尤其是碳碳复合材料。所以你应该就知道航天飞机在重回大气层中最热的部分在哪儿了吧？哎，就是在这个灰色的部分。当年哥伦比亚号灾难的发生呢，就是由于翼尖部分的隔热材料受损造成的啊，那是一个既悲伤又富戏剧性的故事。 改天我们来好好讲讲。就这样，靠着与空气摩擦呢，航天飞机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同时高度也降低了。哎，看起来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就在前方八千公里处静静地等待着。但是，降低的高度带来了升高的空气密度，这个时候呢，机翼就遇上了一点麻烦了，因为升力开始产生了。咦，有升力不是很好吗？ 飞机不都是靠升力来飞行的吗？哎，是的，对飞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此时的航天飞机它还不能算是飞机啊，它只能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返回器而已。有升力是很麻烦的，如果任由升力产生的话，它会被重新推出大气层，然后像打水漂那样，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此时。 减小升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进一步抬高机头，产生更大的阻力来将速度减掉。但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超过隔热材料吸收极限的高温，将整架航天飞机融化掉。所以角度不能变，因此升力的大小也没法变。那能变什么呢？哎，能改变升力的方向啊！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机翼向上的。如果我们把航天飞机侧过来，自然也就改变了升力的方向了。 侧得越厉害呢，升力在垂直方向上的作用也越小，就越能够避免发生打水漂的现象了。哎，但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啊，机身侧过来，升力不就会把航天飞机推向侧面吗？没错啊，所以它就要左侧侧，在右侧侧，完美的走出一条波浪线出来。经过这一顿操作，航天飞机的速度已经降到了两千七百五十公里每小时左右了，正式成为了一架飞机。 哎，只不过呢，是一架设计的比较糟糕的飞机了。你从它小的可怜的机翼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在操纵空气方面它是捉襟见肘的。好在啊，一套由五台电脑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副翼和尾舵来有限的控制航天飞机的翻滚、偏航和俯仰的，甚至还能这样将尾舵分开成两半，变成一个减速器呢。在来到高度三千米时呢，航天飞机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向，对准跑道开始俯冲了。 哎，受俯冲呢一点也不为过。普通民航飞机在下降的最后阶段，滑行路线与地面的夹角在三度左右，速度在两百五十公里每小时左右；而航天飞机呢，夹角是二十度，速度是五百五十公里每小时。基本上啊，它就是撞上去的。 为了避免真的撞上，飞行员会在最后只剩几百米的时候呢，紧急将机头拉起，再次像是在大气层顶端那样，用速度来换阻力，帮助航天飞机最终降到三百六十公里每小时的触地速度上，然后啪的一声，在继续滑上五公里后呢，终于停了下来。时间从启动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发动机减速开始，只过去了一小时零五分，差不多就是你的机长告诉你飞机准备下降所要用到的时间了。 哎，可它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呢，是你的四十倍。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